又是，就是国外有个真的超强，他把伏地挺身20几种，他把它分成 level 一到100。我这之前好像有看过，我们来挑战一下，看一下自己可以到 level 几。level 20。好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哦，第一个，这简单的，简单吗？膝盖伏地挺身，好，试一下。做个5下。没有，到时候后面应该做一下，再不行。第一个热身挑战完成，热身热身。接着是这第二种 ，level 3的这种正常的伏地挺身，做个5个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。3个达成。这样子消耗体力不行啊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可能做个3下、2下、1下差不多。好，这个是就是坐起来的时候手要去触膝，要摸一下旁边，摸一下。我先右边吗？啊，先右手摸。对，起来之后摸膝。哦。耶！五等达成，第四种 level 7翻版的，好，下一个，好来，哇，这个手打很开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努力？大家自己在家里可以挑战看看，看一下跟着我们一起挑战，看一下自己可以到 level 7。哇，这个感觉。下一关 level 10第五种。宅门宅卧，对，宅门就是 你握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手这也会看起来很像一个钻石哦。来吗？哎，哦，我概念有据。哎，好的，来一遍。我都已经开始。对，我们已经等级十了。对，我们等级十了，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成就，解锁十等。是这样的吗？十等。那满等跟白等哦。下一个等级13，把自己撑起来，爆发式的，激烈的爆发式的，手离开地板。这个动作的难度在哪里？动作难度在爆发力，穿的时候要速度快，而且对，快收肌，快速收肌，耶，好，来 ，go， 啊，哦，耶 ，OK，nice， 像刚那个比较。激烈比较吃爆发力，大家最好先暖身之后再做，不然肌肉拉伤风险还是有的。就是甩枪前都摸一下肩 ，Level 16，这个伏地挺身之呼吸第16式，好 ，Go， 啊，真的多做一下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没有比刚刚那个爆发的还要。它这个更是单边的肩部稳定度，还要核心再多一点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，第8个射手伏地挺身。射手伏地挺身就是跟宽板一样，但是下去的时候会这个变得像一个射手一样。对，那在一起。能不能突破20等就看这个。射手是。好，好，我先往左，准备 ，go， 哦，哦，完了，这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体力也来，就是你撑过来之后，反手要撑起来，他过来之后呢，压力几乎都落在这一边，哦，然后这边是要肩膀要撑。有点像单手伏地挺身。我们现在 level 21已经挑战成功。你有刚认真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开始认真。没有，就是会等级深不可测。就是会累啊，但是感觉应该还在轻松的标准里面。我们已经出新手村了，要开始去打比较强一点的怪了。好，精彩的要开始了。平板撑。手要手折在对肚子附近，肚子附近，然后做伏地挺身。好 ，Go。哦，有点像，有一点点那种二挺的味道。然
分身了吗？蛮累的，还行，还行。这个平板撑土地女神，下一个。哦，拍手，拍手。这等级几的？拍手等级24，就是福利人推起来之后拍一下手。这个又比那个前面那个激烈版的再更激烈一点。爆发版的那个。爆发版。那个需要拍一下。我们拍个三下。三下哦。Go。耶！哦，哇！有点还真尴尬。哇，你们轻轻松松哎。这个还行，就这样。这个比较是弱。这个 level 24，下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说这个 level 24跟27，我觉得差太多了。差太多了，它这个27是它先拍后面，而且是拍后面。哇，那个影响有什么？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度有很大。对啊。对，卡住，然后没拍。哎，大爷，你现在拍后面看一下。哦。拍到这样起来之后，然后下去。你也是啊。我先试吗？好来。哇。哇！耶！哦！哇，这动作不够快，脸就直接栽下去了。到时候要是脸直接贴地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，他的卧推超强，他甚至一定拿不倒他。是哦。对。我对他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来，要是。哎，轻松轻松。哎，轻松轻松，好屌！没有，这个，这已经喝到。开始很极限了，有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，可能是30分左右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嗯，下一个。啊，哦，他现在没开出声音，把他摸到了。这个是几等的？32等。32等。32等是拍后面再开始拍完之后再加前面。哇，这個、有点难哎。然后压力很大，我觉得我会不会直接撞到你？大爷，你一定要成功哦，毕竟你是。你是靠一下，你是靠脸吃饭的。我觉得他比较可能成功哎，这个不成功脸就下去了。你没事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没事吧？哈哈哈哈哈！耶！太恐怖了。这好了，刚刚先好像那样，我休息一下。你休息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没有了，核心用力盯着，把自己盯在半空中久一点。好，鸟石交，鸟石交。哇！哇！刚才那是差点开掉。哎！哇！可以，成功，很完美啊。对啊。真的不行。哦，不行啊！我再来一次，他妈减持一把。好，再来直接一个飞高了。耶！一。哦耶！有啊。有。哎！哇！哇！这好刺激哦。这个等级32，完了。哇，那100不知道是什么样啊？有点看不起。那后面是蛮令人值得期待的。好，下一个。哦，超冷。哎，真的太冷了吧？哦，等级36，超冷。推起来之后，手跟脚同时离地。我觉得我们达到36的，穿装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哦。可能需要一点装备了。大一，你要穿什么装？带这个护腕。哦。大一，那你要带的这个是什么护腕？大家可以去影片下方连接点选到这个官网逛逛。我先来了。好，那已经准备好就开始。哎哦，哎哦，哦，这什么弹跳小鱼？看起来很溜，真的吗？看起来，哎，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。哦，药师 Superman。对，脚要离脚离开就好了，主要是手要往前伸。喂！对，可以。哇！哇！你这个太强了，这压力好大。哎，可以啊。但是不知道是有没有伸。哦，我们下一个。哦，这个，这个很难哎。这个叫做团伸。就是把身体缩成一团之后，然后做团身的掌撑，这有点像卧推，卧推的前身。对对对，对，角度踢到肚子。哦，有了，感觉有。这看起来很吃力耶！哇哇哇！
这个压力好大，这根本不是练胸的，好吗？哦，我现在喘到有点讲不出话。转身。哎呀！哦，哎，很强哎！哇，再上个成功，成功不错，比我还标准很多哎。42，哦，42是加 D， 跟刚刚都一模一样，它是在 D 上面做，可能说行程更大。哦，我就先来了。好。哎呦，好酥哦！哇。我们破42了，快一半，快一半，目标50就好，目标50，不行啊，你们要目标100，不可能，我们目标100，但我们可能做不到100。这个靠墙的掌撑，这根本就是肩推，肩推啊，倒立肩推啊，倒立肩推。不，我要。哇，帅哦！帅，这时候还可以接一个抗打训练。耶耶 ！Nice， 还没到，还没。究竟下一个是不是50？好，50来了。哎，这就是正常的。这个是我们刚刚那个，那我们刚刚怎么做过？没有，我们刚刚是靠墙，这是更全，应该是更。他也是靠墙。没有靠墙，他就是倒立。好。OK。为什么李景真坐到后面变肩推啊？对。我怕我打过。不会不会，我会帮你。相信我。来吧。哎，站直。你可以站。可以。好，稳稳的。好。先扶着。OK。Nice， 我们下一个 level 54，这个好难啊，就是一个环身的动作接倒立，这两个应该翻过去了，对，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防护措施准备好，毕竟两个不会倒立的人来做这个是有点危险。先推自己，各位。刘明杰，你只要一出力呢，一出力就整个脚掉下来就翻过去。这好宣布我们是的废哦。啊，那后面就不挑战了吗？没有，后面我们再看一下。我们都是龙飞龙将，双杠的倒立先推。那个我硬，其实就跟刚刚那个有一点像，然后只是又要加这个东西，这个感觉又更危险。这感觉，强，哇！不行，没有倒立的能力，真的后面都应该是都不用管。好，我们那个又把新手装穿回去。很遗憾的，我要宣布我们今天的成就就解锁到50等。哦，刚好福利女生结束。对，后面应该根本就不是福利女生，现在变肩推，然后变二体，然后又变倒立什么的。
那已经是体操接近的动作了。感觉得到100等还有这么多动作，带观众来看一下难度吗？就是要其实要控制你这个就是四分，六十四就已经冲了。这个倒立拍手，倒立拍手，有没有可能？这个炸头是炸开了，这不开玩笑，一般真的哇。哇，你有看到他手吗？然后面等级直接升很高，这个抽下去。哎呀，这个好不舒服，肩膀看着都是很痛。看，还得抬手。这好像没重力。他这个肩膀负担好大，这些动作是不是练接剑的会比较厉害？对吧？他们都因为他们在那边撑啊，撑看起来好像是肩跟胸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用到就是后背大的力量在支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挑战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的话呢，就建议你是最好是找一个捕手，但是要有健身经验的捕手，他可以保护你的安全，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场。像体操的那种，很多软垫嘛，对，他们练倒立都会在那边练，比较让你可以安心倒立啊，不然倒下去之后你可能就不好摔到哪边，我那都要很久才会好。然后另外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上 YouTube 搜寻 Nikita WK， 就是这位国外的神人，看我更多的 Level 1到 Level 100的挑战影片，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请盖一。蔡药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